吴迪，你上午干什么去了？我上午去看病了。什么病？我怎么听说你去看房了？看房？啊，没有，我是去病房了。哎，费总，你看我也没钱。 我怎么可能去看房呢？太疼了，我先进去了。啊！哎呀，行了行了行了，正常嘛，对不对？女人每个月都有几天感觉很不舒服。哎，这个你应该比我更清楚啊！你傻呀你？那明明睁着眼说瞎话呢！活该，没有确切答案。 我打死你，我也不会贸然行动。喂，周董，我已经去看过了。嗯，我觉得李总他也一定会喜欢的。好的，我尽快把 DV 刻出光碟，然后给您寄过去。不要，吴迪，你看的 DV 的内容，其实它不是那样的。费总，我不明白你说的什么 DV 啊？对对对，我也可以证明它不是。你们什么意思？我不明白。你给我妈妈说的什么？啊，我说的广告集锦，啊，广告集锦。 那为什么安茜也会喜欢呢？也是广告集锦啊！你不信打电话给周董，真的。啊，这么说，你没有看过别的什么 DV 啊？还有什么其他的 DV 吗？没有，什么都没有啊！哎呀，吴迪，我求你了，你能不能把实话说出来啊？哦，别再打哑谜了。哎，你能不能学学这个娃娃？ 学学他把自己的内心真实的透露出来，抛露出来。吴迪，你不是最真实、最透明的吗？你再这样下去，你会把我逼疯的。我就是去看了个房子，他怎么激动成这样啊？你有什么苦，有什么难，有什么抗议，有什么不满，你都说出来嘛！哎，实在不行，你打我两下，对不对？ 你别压在心里，你发泄出来，发泄出来，发泄出来！费总，我为什么要不满？为什么要生气？为什么要捶你两拳？因为那个你前一段时间不是失踪了半天嘛，然后就回来之后就决定要去兴义了，费总呢，他就是害怕呢你。 害怕他对你这个不公啊，言语上有些冒犯，或者说，哎呀，反正就是类似的情况吧。哎，他就是太在乎你了。费总，我错了，我今天其实根本就不是去看病，我是去做了一件。 一件别的事儿，至于什么事儿，我现在不能跟你说，因为我已经受了别人的所托，答应了人家，但是我保证这世界好事儿，如果你知道了，你一定会很高兴的。至于我让你对我失去信任这件事情，我想跟您说，以后再也不会了。我答应你，直到概念度过危机前，我都会一直留在这里，你相信我。哦，对了，睁一只眼。 对对对，他爸说过。你们放心吧，现在人在，现不在，还有我老爸。这，我们就放心了。叮叮当，叮叮当，铃儿响叮当，八里包来喽。 文姐，这好东西一大筐，你挑一个，他挑一个，到我这什么都没有了。我跟你说，嚷什么嚷？谁让人家都听见了？推进来。
客户做圣诞礼物的盒子比往年的都大。怎么样，玲姐？还是我对你好吧？东西都先拿来让你挑。这个怎么样？挺可爱的吧？你还能帮我找个更。淘到宝了！赚到了，赚到了，赚到了！就喜欢听你说赚到了。哪儿那么多废话？别听，接着找。锻炼身体，保卫祖国，爱护牙齿，人人有得。乖死了。张玲，李总。客户送的圣诞礼品都收到了吧？到了，我正在整理，一会儿就给大家发下去。身后是什么？什么也没有。张琳，如果让我发现你又先挑好东西，一个也不给你。我就是天使说的大多数，注定要。虽然离圣诞节还有好几天，但节日的气氛已经弥漫了整个公司，很多圣诞礼物都提前送了出去。天使做了一道算术，90%的女孩都会吃爱情的苦。只剩10%。导演终于和苏雷和解了，决定为苏雷打造一支震惊全球的香水广告。很神奇的捡到了一枚钻戒，并且向张玲求婚。但是很不幸，钻石是假的，两人的关系顿时急转直下。罗月送给了小爱一只乌龟，因为公司里太热不冬眠，小爱把它关进了冰箱。春花通过自学拿到了影视导演培训的结业证书，虽然别人都觉得证书国家不承认白花钱，但是春花却把它看得比什么都重，这是他靠时间和金钱实现理想的第一步。莎莎最幸福，她从最爱的奶茶里得到了一张幸运的卡片，而这张卡片让他和他最爱的偶像共进晚餐。天使做了一道算术，90%的女孩都会吃爱情的苦，只剩10%能得到幸福。李总和费总的感情看上去很好，也很稳定，可他还总是绷着那根弦，经常有意无意的显示，这是我的男人，谁也别动他一根好吗？我想，明年春暖花开的时候，他们就会在一起了。这是我送雅静的礼物，好的礼物不在轻重，而是在于能否打动朋友的心。天使做了一道算术，90%的女孩都会吃爱情的苦。我叫吴，看了这个之后呢，你看看有什么要求，你再跟我提，好吧？啊，通过这玩意儿还讲我，我们代理的产品。但我一点也不觉得很残酷，哪怕走入了绝境。
费德南，我送你的圣诞礼物，你也应该快收到了。李总，林无敌那边我都安排好了，应该没问题。找不到家了，你家在哪儿啊？知轩路52号。阿姨，您带我回家吧。不行啊，阿姨现在要赶着去上班。不过我可以把你送到警察局，让警察叔叔带你去。不要，我怕警察，他们会把我送到孤儿院的。哎，小朋友，那好吧，我送你去。谢谢阿姨。李总，一切顺利。进来。费总，您的信。放哪吧。法院来的。你先出去吧。啊，干什么呀？天才起诉概念，你管一两千万，12月14号给定。今天是21号，不就大后天吗？林无敌呢？小朋友，我怎么觉得这儿没有人住啊？你猜到底住在哪儿啊？啊，前面那个。哎，小朋友，门开着的，你进去吧。谢谢你，进去喝口水吧。真的不用了，阿姨。哎。没事。我是公司的董事，也是副总，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你们不能瞒着我。是不是到年底银行又催债了？案件，公司确实是出了一些麻烦，但是我保证我能解决好，因为我是一个负责任的男人。德南，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我会和你一起去解决的。我说过，我们是一条船上的。安姐，遇到事情才知道，只有你才是最可靠的。哎呀，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啊？月光的尾款还没有结。我需要这笔钱给员工们发过元旦的
过节费啊。员工们辛苦了一整年，我一直有一个小小的愿望，希望他们能有一个小小的快乐。就是这个事儿搞得我们很烦心很着急，所以麻烦你还得帮我们去催一下，对吧？对对。你就死扛吧，如果让我知道你做了什么对不起董事对不起公司的事，让公司陷入了危机，费德南，大家饶不了你。你好，我找林无敌。啊，他上班去了，你打他办公室电话吧。他根本就没来公司，我就是他老板。啊，你是费总啊？哎，我是唐亚军，天才的投资经理。久闻其名，未见其身啊，投资经理唐亚军。哼，我看现在你可以叫自己是概念的副总裁了吧？什么意思啊？冷静点，冷静点，把事问清楚。都到这个时候了，你还跟我装？装？你在说什么呀？我在说你无耻、卑鄙、下流。你才卑鄙、无耻、下流呢！你还不知好歹、忘恩负义。我们起早贪黑，大把大把的给你赚钱，我打个车无敌都不让我从天才报销，死死的看着你那点钱。你不说声谢谢也就算了，你还骂人，你良心落狗肚子里了你！哼。你们是给我赚了很多钱，而且也从来不报销，但是一报销就报一个大的。哼，你们多会演戏啊，多会放长线钓大鱼啊。我告诉你，我请了全市最好的律师，不要以为手里有几张破欠条就能把概念顺利的收走。我还告诉你，对于你们这两个小人，我是一定不会让你们得逞的，我会誓死保卫概念。收概念？船票都到我手里了，你还跟我装啊？你那点小人之心我早就识破了。首先你哄着无敌进天才，接着你死皮赖脸的跟人家谈恋爱，还要跟人家结婚买房。唐亚军，你的那个目的我太清楚了，不就是吞掉概念吗？我告诉你，唐亚军，你是我见过的最龌龊的吃软饭的男人，靠女人还敢做不敢当，姓费的。喂，我告诉你，我唐亚军从来没做过这种亏心事儿，我行得正，坐得端，我跟你说什么话付出代价，神经病。魏杰，这是机会，我既往不咎，你也跟我一起。起诉概念是你干的，啊？是我干的，混蛋！我莫名其妙的被困在知春路52号的一个破筒子楼里，二层拐角的第三个房间。你觉得这事有问题，我好像被人算计了，快来救我。船票都到我手里了，你还跟我装？你那点小人之心我早就识破了，你的那个目的我太清楚了，不就是吞掉概念吗？孩子，你是我见过的最龌龊的吃软饭的男人，还敢做不敢当。谁那喜欢的男人？第一，他非常非常的有钱；第二，他长得还要帅；第三，他要懂得什么叫做甜言蜜语，怎么样才能够讨女孩子欢心。亚军，你完全不是他喜欢的类型。这信号很弱，没办法打电话。收到短信，请速来救我。啊！你好，请问是穆律师吗？我这有官司要找。哎呀，
给律师打完全是白花钱，这个官司我们没有一点赢的几率。店里我就要经受这么大打击。哎，你干嘛的？找林无敌。放我出去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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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放我！啊！哎，有没有人呢？有没有人能听到？哎！啊！哦，不要啊！哎呀！哎，雅君啊，雅君！哎，你在这里发什么呆啊？你都试着去买葱啊？啊，雅君！就这么着吧。哎，亚军，这个孩子他怎么回事啊？108起为情所困的自杀未遂事件，姑娘还是好好活着吧，有什么事儿啊往开了想，别动不动想着自杀。哎，你看你俩多般配呀。 啊你说我没招谁也没惹谁的，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对我呀？快把手机给我，费总一早上没找着我肯定着急了。我觉得你现在不要给他打电话，他现在情绪有点激动。为什么？他收到了天才起诉概念还款的传票。传票？亚军，难道是你吗？不会吧，不会是你的。会为了天才把我关在楼上吗？亚军，你我不会。你的印章也只有你手里才有。
李无敌。我二十几年的朋友，你怀疑我？你怀疑我？林无敌！好，现在我才知道，你跟费德南一样，从来没有把我当自己人。我没有呀，我自欺欺人，我以为自己是你的朋友。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我什么时候不把你当我的朋友了？我以为自己是你朋友，我以为自己是天才的半个老板。其实你们都把我当打工的，把我当卖命的。亚军，你别这么想，我没有，我真的没有，你别这样好吗？费德南这么想，敌。你也这么想啊？好，但是不管你信与不信，我还是要告诉你，林无敌，我是来救你的啊，因为就在五分钟前，林无敌，我谭亚军把你林无敌当成是我这辈子唯一的好朋友。不过现在我改变主意了，我改变主意了，我要和什么魏杰站在一起。我给割破了，快给我找个创可贴。忙着呢，在盒子里自己找。就这么对待伤员啊？伤没看出来，就看出源了。张玲，你乱放我东西干嘛？你又背着大家拿柜的礼物。这是前台吵什么呢？对不起，李总，玛莎给我开玩笑呢。谁跟你开玩笑呢？李总，大家都在抱怨说每年客户送的礼物不是什么杯子就是什么碗，特别没劲。其实贵的，你踹我！我要说，其实贵的礼物都被张琳给扣留了。张琳，我警告过你哦，礼品上交，奖金扣发。告密鬼！无敌，哎，你的脸，无敌，盗密鬼，没人爱理你，哈，臭财迷，谁爱理你啊？去，生活费，扫把星！你是猪八戒呀？怎么这么大方？你不把那丑味打官司啊？这时候敢念你跑这来干什么？
还找他？你要当面刺激他是不是？林无敌，我告诉你，我这辈子没佩服过谁。牛，我们算是给你玩死了。总，你不用跟我解释了。我父亲病成那样，你们竟然下得了手？费总，你听我说嘛。别打闹！既然你们决定动手，那肯定是做足了充分的准备。我想让你收回这个决定，估计也不太可能。但是，我还是想请求你，至少等我父亲的病好一些。我不想看到他躺在病床上，还要遭受这么大的打击。我知道，我现在说什么你们都不会相信。但是唯一的办法就是撤诉。撤诉啊？就这么简单？娜娜，那次你想约我吃晚饭，我当时有公务在身，不便离开。圣诞节要到了，到时候我想邀你共进晚餐。只要放得下，什么都有了。看来只有娜娜才是我的希望所在了。我要为了你好好活着。雅君，我回去想明白了，全都是我的不好，我不应该冲你喊的。可是我在里面关了太久了，我一出来就听到你说什么上诉啊，什么传票啊，我的脑子一下子就全懵了。不过后来我想清楚了，雅君，我们都20多年朋友了，我怀疑你不就是怀疑自己吗？走，我们现在去撤诉，撤了诉就什么事都没了。如你所说，如果你还拿我当朋友的话，现在就转身回去。啊！我刚才一直在想，我错了。第一错在不该和朋友一起经商，第二错在保了昏君。现在既然有机会改正错误，我肯定不会放过的。概念我要定了，为了我爱的人过得幸福，我什么都不怕了。太君，你跟我松手！太君，你不能变成这样，你不是这样的人。我就是这样的人。我要当大老板，我要当个大老板，我有能力，我肯定比费德南做得好。我要娶一个让所有男人看了都流哈喇子的美女做媳妇儿。走，唐亚军，你给我松手！唐亚军，我才是天台的法人，你没有资格这么做。亚军，做人不可以这样。唐亚军，你放手！大军，我真的不认识你了，不能变成这样。这也是你说过的话？不要，不要，大军，你别这样。Thank you.
谢天谢地，总算是有惊无险呐。哎，狗劲儿，哎，都过去了，天还晴不了了是不是？哎，放松。行了。我跟你说啊，我觉得林无敌的话不能全信。一个律师会有多大胆子呀？而且那个人不是又傻又缺心眼吗？他能伪造公章、伪造签名？他如果没有内应的话，到时候谁出庭？你的意思是？我觉得问题的关键一直在这个唐亚军身上。林无敌一直把这个责任往那个律师身上推。其目的就是为了保护唐亚军。来，哎呀，吴爹，亚军今天是怎么回事啊？一清早出去，到现在也没露头，饭嘛也不过来吃。就是，没这小子在这儿压着，这个桌子怎么老是歪着呀？啊？我去给他打个电话吧。小子还有胆子给我打电话，林总是不是真的撤诉了？不仅撤诉，连我也撤了。滚！一个人无耻到你这种地步，居然还好意思活着？其实啊，我觉得我们俩可以联手。我一直觉得那女人不行。你才是当大老板的料。我告诉你。就算我和林无敌掰了，也没你什么事儿。以后永远不要出现在我面前，永远不要给我打电话。李总，唐亚军已经跟他掰了，确定？您是不是已经决定用我做法律顾问了？你说，林无敌会因为这件事情跟他分开吗？这谁知道啊？感情是他们的，咱们在这分析半天也是白分析。你就比如说，你让我忙活这半天，到头来怎么样？人家该告不还是告吗？所以我就说，趁着公司最近业绩比较好，过几个月把账都还清了，那我就彻底踏实了。你认为他这次受挫以后会善罢甘休吗？这样我给你分析分析。两个人呢，他们回去之后大吵一架，这肯定是避免不了的。吵完之后呢，那个唐亚军他一定又会厚颜无耻的去哄林无敌开心。你别忘了，他俩都要别墅了，而那个时候林无敌呢，他突然之间心一软，自卑为怀，再放了唐亚军一马。到那个时候，他有可能要继续伺机行动了。你的意思是，林无敌是兵家的必争之地，你干嘛不趁他现在正脆弱的时候乘虚而入呢？哎，别看，丢不丢人呢？那些是纯粹的消费品，林无敌才是保质品。我告诉你啊，圣诞节可眼看就要到了，到那个时候你给我坐下。我可不希望今天这一幕重演。老大呀，在抵押书面前，你我可都是在案板上待宰的小绵羊。喂，你干嘛？你还真有心情。记得来玩哦。
去不去？我当然去了。一定记得来哦。我的名字叫无敌，我相信我能创造奇迹，我知道该用什么赢得胜利，自己拼自己才对自己。要数相貌我倒数第一，可影响不了我的美丽，我善解人意，从不花言巧语，不用眼泪吸引你的注意力。我的名字叫无敌，我相信我能创造奇迹，我知道该用什么赢得胜利，自己拼自己才最自己。该用什么赢得胜利，自己拼自己才对自己。